霍子，你先去你那儿了吗？啊，他没在小卖部。哦，好。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 干嘛？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仙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仙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一起吧。 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往后一点点。对。好。别动哦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 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，我们又带摄影助理。没事，如果仙哥不想帮忙，他也可以。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林宪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 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。啊，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。这东西，稍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动，装个滑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。 有什么样的摄影？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及着。稍微的，哦，对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仙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。放开！你先放。你那放手。 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仙哥，你是误会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在这儿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
续吧。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 ，OK。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马，学点小马，可爱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再来两张，再换个炮，换个炮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什么催？你看不见吗？滚！滚！这个拉我，这个。这个，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我怎么了？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啊！林哥，你快下去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哎，你没事儿吧？哎，简直胡闹！哼，眼砸了吧？别装了，有这么冷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暖暖啊。怕。好。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。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怎么你看着我一个病人，林宪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我，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。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四姑娘，周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，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。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。说吧，你来大东村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。小满，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汤来了，来。哎呀，菜齐了！哇，好多！来来来，子枫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这顿算是你的庆功宴了啊！放开了吃。嘞。来，筷子。耗子你也吃。那我们开动吧。嗯。小妹，你做的好好吃。你就多吃点啊。嗯。嗯，这个好吃。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我专门给你炒的，来，多吃点。谢谢谢谢。
剑哥挑食啊？还不是想留给你吃啊，毕竟明天回市里了，就吃不了小满做的菜了。你多吃点，不然你滑滑板没力气。我谢谢你，当我傻呀？我滑回去。要不我们一起举杯，预祝子枫摄影作品再得奖，再得奖！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宪哥酒量是不是不行啊？这酒很烈的，别名叫三杯土真言。酒量不好的人可不要喝多啊。好好吃啊，静薇，这个给你做的。嗯，哇，好吃点。哎，有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们慢点哈，一定得等我回来啊。酒量不好的人悠着点儿。子枫，你悠着点。你忘了吗，小满？我是戏里的千杯不醉啊。倒是宪哥，也不知道这酒量还行不行。今天都是自己人，要不别品酒了吧。说着。他们这什么情况？来，你们不能再喝了。说了不能再喝了。是啊，哎，林静，真有你呢，林静，你会的可真多，林静，小心小心，慢点啊，可以吗？不能喝你就别喝，喝那么多干嘛呀？慢点，都说了这酒不能乱喝，醉成这样多难受。啊，静雯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子枫，你明天还不是要走吗？你明天能来送我吗？好啊，明天几点？庄小满，我们演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
今晚我能不说吗？那我来说说我的心事吧。小满，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还说你想为他变得优秀，然后为他留在城里。对，他家世好，长相好，能力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除了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的女人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但我还是努力地留在城里，我想再靠近他一点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吧，谁啊？是林宪。林宪？但是我这次回来，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特别的快乐开心，所以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。小满，我希望你好。静雯，其实我和林宪之间就是假的，我是为了不再被相亲烦扰，我才让他假扮我未婚夫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小满，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你和林宪在一起会受到伤害，你们没有在一起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你从小就在大东村长大，但林宪不一样，他不属于这儿，你们两个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林宪，林宪，林宪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走了。你有那么爱种地吗？别装了，这儿没人。我知道你跟小满假扮情侣的事儿了。谁告诉你的？陈静雯果然没骗我。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啊。我跟小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从大学就开始喜欢小满，你别想结婚。喜欢一个人，时机也很重要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早就回来了。杂草多吗？杂草倒不多，不过看起来该出虫了。哦，出虫先不着急。他怎么了？大黄，过来。这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，小满他怎么了？这女人没完了是吗？这有椅子，你自己坐会儿。等一下，昨天小满跟我说，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
对吗？他真这么说？难道一直都是我想太多了吗？林宪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可能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果然，跟静雯说的一样。不是说不着急出丑吗？这几天一直躲着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。难道那天陈静雯说的是真的？我记得，不需要你提醒。答应别人的事情，我不会食言，我会继续好好假装你未婚夫的。记得就好。你还叫我配合你演戏，看来是我把你想简单了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你的那些关心，都是装的。没错，你演的那么逼真。我都是跟你学的。好，那你以后不用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可就不能收回了。你以为我想说伤害你的话吗？我偷了腊肉，往山里跑了。我睡了半天，不见了。不着急，妈，我去找啊。给，这些你拿着。他一个人没问题吗？哎，小林，你也赶快去，快去呀！大黄，大黄，大黄。大黄呀，王大人跑了。谢谢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一个黄色的狗？没看，没看。大黄，大黄，大黄，大黄。到了，哦，原来大黄是为了救这只小狗才乱跑的。你好，大黄的绳子
被缠住了。马上天黑了，我们先去花房那儿歇会儿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这庄小满摘个野菜，摘这么久，还不回来，好饿啊！应该熟了吧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嗯，还挺好吃。喝醉了，哎，怎么就剩这几个了？喂，醒一醒！啊，你是不是吃了梅煮熟的菌菇啊？啊，菌菇汤很好喝。连汤你都喝了？小满，你的脸。好软啊！哎，笨蛋，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！喂，乖，我问你啊，你吃了几个？我吃了，你猜？我问你呢，你到底吃了几个菌菇？早上可能清醒。我扶你进去吧，来，外面呢，我扶你进来。在一起难受，你躲着我我也难受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假的。我也没说是假的呀。Thank you.
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，就好了。我怎么睡这儿了？哦，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。你还记得昨晚的事情吗？昨晚，怎么不接呀？说话。这么久没音讯，我得确保你还活着。那你现在确认了？我挂了。等一下，这两天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，毁坏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我喜欢她，但她……不过我想，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。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一路都不说话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该主动点？准备做饭呢？啊，需要帮忙吗？那，你帮我添点柴吧。行。你和林羡昨天到底怎么了？忽然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。是大黄昨天不见了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，天色晚了我们就就地取材做了吃的，结果林羡他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严重吗？没事，还好吃的不多。人没事就行。那还是有点事儿的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来子峰，喝碗汤。谢谢阿姨。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。那你多喝几碗呗，别撑着了。是啊，宣传照也已经拍完了，你多喝点明天好上路。你可闭嘴吧你。子峰，你喜欢就多喝一点，别客气。
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打照片的时候才发现，相机坏了。啊！鬼才信你！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。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那只能重新拍摄了。哼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想走。还要多久啊？那说不好，相机坏了，那寄回去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。哎呀，子枫作为摄影师，肯定也不想这样的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不行啊，让子枫多住几天，再拍一遍。啊，子枫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我们一起解决。那重拍的这几天，我能住在你们家吗，小满？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那个，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凭什么他能住，我不能住啊？那不一样啊，那小林是我未来女婿，他不住这儿能住哪儿？反正就几天，要不林先跟子枫挤挤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怎么不跟他挤一挤啊？那怎么行？静雯可是一个人住，那要不然你跟我挤一挤吧。我谢谢你。小卖部那么小，怎么挤两个人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住我家吧。成了，漂亮。林羡，你跟子枫挤一挤。那挤挤就挤挤吧。我去收拾东西了啊。哎，你吃点呀。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嗨，哎，住的挺不错的呗。哟，练着呢。我这一来，你是不是挺慌张的？哼，故作镇定。跟你说话呢。真是盲目自信。慌张？那倒没有，只有嫌弃。你不觉得我这么住下去的话，会完全把你取而代之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吧？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，林羡，我敢保证，我比你真心。你这是幼稚，不如你主动放弃吧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说不过我，动手是吧？你已经输了。子枫，你真的相信昨天晚上林羡和小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觉得林羡最大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，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得跟林羡一样住进小满家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。陈静雯，诚不欺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小满。嗯，
爸妈，你们搞这个干嘛？哎，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。子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对呀、啊。林宪他把我赶出来了。小林，不会吧？哎，他那个房间那么小，住两个人肯定是挤了点儿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帐篷漏风，你会感冒的。没事，叔叔阿姨，小满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不用管我，我将就一晚上就行。晚安，子枫。哎，这子枫好歹也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过分了，林宪。今天先挤一挤，将就一下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你也就骗骗小满。林宪，大半夜的不许再闹了。你赢了，承让。睡着了都不消停。庄小满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我要疯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？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。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。那个，我房间只有一张床，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就这样干坐着？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，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，你明天就把苏子枫给我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，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。我想一想。我先想想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，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？庄小满，庄小满。睡这么快，真是会耍赖啊。
你睡觉也不老实力气，算了，先睡了。终于可以把咱整张床了。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？哎，这还得感谢你，昨天把我给赶出来。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？你俩不会，你俩干嘛了？昨天？告诉我你干嘛了？昨天，兄弟，给我点。阻止翻身在吗？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快递？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相机？我没买啊。还真不错。你相机不是坏了吗？这是我赞助给你的。
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说送就送啊？现在有了机器，可以开始拍摄了吧？拍不了，这天气太阴暗了，光不好，拍不了。这光怎么就不好了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外行，不懂里面的门道。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，但其实天差地别，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？得看天气的造化了。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，想要找点灵感，我就带他来这里。阴魂不散。哦，哇，小满，嗯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。哦，最近都是林宪帮着我一起打理的。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？怎么谁都能来？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干活了，走。稍微笑一笑，你稍微笑一笑。哎呀，干活有什么好拍的？小满，嗯，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？我看看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。好。嘿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帮忙，别在这捣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劝你善良点儿。爸，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讨厌的。哎呀！我差点忘了，还得去江浩那儿拉化肥呢。林宪，你去吧。那拍照的，你这么闲，跟我拉化肥去。我没时间，我跟这儿拍照。那小曼，你跟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哎，没事。走吧。不就是拉化肥吗？小意思。快点啊！小心你的手啊！哎，小心你的手！呀，这么大块头，这么没用。来，慢点啊！你别小瞧人。贝特，贝特，慢慢。大摄影师，干不了这些粗活就别干了吧。小意思。
稳着点啊。别动，坐好。你让我开，就一个。查到苏子峰的来头了。说。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，他与庄小满在大学期间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没有当事人官宣，无法确认。哦，对了，苏子峰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 offer，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，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房间去。那你可要盯好了，你一睡着就打呼噜，你一打呼噜我就睡不着，我就打住打住。这样好吧，只要我一打呼噜你就踹我，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可以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还真踹呀。没完了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我死死盯着你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第二个抽屉。啊！人呢？找到了。干嘛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林宪，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事就说。林总，你要的项目材料。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，我们的新项目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。爷爷，你把我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个项目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这次危机的关键，尽快推进。好。林总，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？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。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，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，你再不抓紧时间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啊，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。
你可要想清楚，拒绝了我，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。又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房间。你才搞清楚，这里是庄小满的家。你还不是男主人。是不是你说的算吗？你我说的都不算，要庄小满说的才算。需要一只，就它了。这只适合做白斩鸡。没用的东西。看起来很棒啊。端走吧。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？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，记住别切太大块。好。用刀切块，简单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，你完了，保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满，做什么好吃的嘞？小满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？谁叫你切鸡直接放盘子上切？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。阿姨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是小林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妈，这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吗？哎呀，不就一个盘子吗？咱家盘子多的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。你看这孩子说的，女婿跟儿子不是都一样吗？看这火还没关呢。算你幸运。重新装。子枫，进展顺利吗？怎么，想放弃了？我心里没底儿，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。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比林宪早，按道理来说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。你说，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，他会答应我？我只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；但如果你不说，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。你说的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苏子枫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李现。
当初我们约定好的。我家帮林氏渡过难关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也给你时间去甩掉庄小满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你毁约，林氏一定会破产。那林氏已经不行了，那小满，小满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每天在你面前上蹿下跳的，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。我陆瑶想得到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陆瑶，这个陆瑶该不会是……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们陆家很看重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呀。静雯，你叫我给你带的衣服。谢谢浩哥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个是杂志款。我买房款就只是买个款式而已。嗯，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订的。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哦，现在的房款做得越来越精细了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啊。来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有没有一位男士在你们这儿买了一条5800元的女士长裙？稍等，我帮你查询一下。好的。是的，是有一位姓江的先生，在一个月前预定的。谢谢。哎，林总。小谢，我应该怎么知道一个女生的戒指尺寸？林总，我问一下，你要准备干什么呀？
你在干嘛？借滑板玩一下。滑板？你睡。慢点儿。金文，金文，这个给你。黄山旅游，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网上参加问卷答题中奖了，白送的，你去玩吧。浩哥，你可以自己去啊，爬爬山，放松放松。我这不是有个小卖铺离不开身吗？这个笨蛋想约我，你要说出来啊。哦，这个券是一人一间房的，你也可以跟朋友去玩。或许我以前是错的，我应该给浩哥一个机会。那要不我俩一块去？真的吗？还是说你的小卖部没你不行啊？不是不是，那个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。你等着我啊，你等着我啊。子夫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小曼。嗯。其实有些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小曼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啊，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。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，可以吗？我是认真的。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直到后来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不一样，就是喜欢。子枫。想伤害你，但是我也不想骗你。你在我心里，其实一直都是弟弟。你是不是喜欢上烈剑了？一开始就是假的呀，我怕他。我不怕。小曼，你子枫。
对不起啊。小曼，我洗好碗了，来接你回家。嗯，那我们回家。小满，我走了，原谅我没有当面告别。其实我是看到你报名了轮滑社后才去学的滑板，在你毕业前我有好几次都想回头谁告诉你。苏子枫，我不想只被你当成弟弟来对待。好好，但每一次我都害怕被你拒绝后我们之间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没有说出口。来大东村之前我收到了心仪学校的 offer， 现在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去巴黎了。前面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，我的有些行为比较幼稚。快点入水男的啊！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是爱，只是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遗憾而已。你替我把滑板送给林贤，另外，祝你永远幸福。上我一段呗，上上吧。
昨天林仙他终于向我表白了，我们在一起了。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美好而平淡的过着。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以前的生活。以前的他忙碌冷漠，除了工作不把任何事任何人放在心上，看起来让人羡慕，但过得很累。他告诉我他喜欢现在在大东村的日子。林县慢慢学会了种田，虽然他还不是很熟练，有时候还会闹些小笑话，但他真的很认真。最近他在地里忙碌，我在家做饭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。林夏，洗洗手过来。快来，饿了吧？这儿也是。哎呀，这边也是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小满，哎，吃饭呢？哎，光博，光博，一起吃点啊。家里做好了，哎，你们吃啊。好。哎，快吃吧。这个鸡蛋，好，快尝尝。你自己也吃。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放松一下就好了。你以前没插过秧，肯定这次不习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可能比你还弱啊？我种田都种习惯了，你跟我哪有可比性？你手都这样了，我来喂你吧。这次真给我吃啊！真的。真好吃。不吃了。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喂你，我喂你。怎么样？嗯。
好吃，尝尝虾。湖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。